Hello，大家好，好久不见了。然后，我有在跟大家说，我前段时间因为搬家嘛，所以家里一直没有网络，而且非常非常的忙吧。然后前段时间终于家里有网了，然后，现在我就开始可以录视频了。但是家里还有很多，就是那个当时搬家的那个行李和那个盒子都没有处理，然后现在都堆在那个厨房里面。我今天的背景是我们家的厨房，因为其他的地方基本上没有什么，就是比较宽敞一点点的感觉。OK，然后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3月份爱用的产品。我知道大家很喜欢看这个视频。然后这一次呢，我想跟大家先分享是关于就是放松的，先是这个。然后这个我买的，其实我是托一个朋友在日本买的。然后他，我当时其实没有，我不知道它有很多香味吧，所以我就基本上就说你能不能给我买一套这个。然后他当时就给我买了，买了以后我当时一直以为我的是薰衣草味的，所以我后来怀孕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薰衣草怀孕的时候是不能用的，我知道这一点，所以我就没有用，因为我一直思想中就是想觉得它是薰衣草味的嘛。直到前段时间搬家，然后翻出来发现原来它上面写的是无香料型，然后超级高兴，然后我就想。耶，我可以放松一下了，就是基本上，比如说有时候泡澡的时候，你就可以敷在眼睛上，然后躺在那里，或者是你睡觉的时候，然后敷在那里，然后躺在床上睡觉什么的。它，我不知道，就是说，它具体有什么功效吧，但是我只知道它就是让你，就是眼睛比较舒缓一点点，然后，让你就是很放松的感觉，然后让你入睡比较快一点点。有一天晚上，然后我戴这个基本上就睡着了，可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的时候，我竟然在我那个旁边，所以我就想，我肯定是晚上的时候把它取掉，然后我自己都不知道那种感觉。OK，另外一个。然后就是这个洗发水，前段时间呢，我有新浪微博跟大家就是拍照分享这个，我有用了差不多1个星期，用完它之后呢，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我头发总算可以洗干净了，因为之前呢，我在英国我就是买过很多很多不同牌子的洗发水，我发现它们有个功效就是它洗完以后就是感觉头顶这里就是臭臭的。每天还是臭臭的，然后还是有一点点感觉，不是那种蓬松的感觉，就是有一点点好像没洗干净的感觉。我不知道是我可能洗头发的方式有问题，我觉得。所以但是自从用了这个之后，然后我发现我的头顶也开始蓬松一点点，然后我的头发到下午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还是属于一个，感觉刚洗完，然后比较蓬松、比较顺滑的那种感觉，我还蛮喜欢它的。就配合那个护发素，他们家资生堂这一款洗发水好像有别的系列，我在想要不要去尝试另外一个系列。其实我的发质是，我觉得应该是受损发质吧，就比较干一点点的，特别是到下面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得出，因为我之前头发颜色是这个颜色，然后。我比较偷懒，也不是偷懒。我怀孕的时候不能染头发，所以就没有染头发。强烈推荐大家去试一试这一款那个洗发水，真的很好，很好用。然后另外一个日本的牌子也是资生堂，我发现最近超喜欢用资生堂家的东西。这个洗面奶就是资生堂家的美白系列，然后它其实蛮大管一支的，125毫升吧。不好意思，我坐椅子，我老转来转去的，习惯性的转来转去的。然后，我之前用过，刚想多少支？三支用完了。然后我一直没有回购，因为它价格每年好像一年一年在往上涨的感觉。我记得以前好像就是可能20几磅，但是现在就是30多磅涨的。它就是。洗完以后，皮肤会比较喜欢的感觉就是它比较透亮，让你皮肤就是稍微马上稍微白一个度，也不是说那么夸张，就是说稍微亮比之前的没有那么暗沉吧，就是那么形容。然后它也洗得非常干净，就是你感觉就是那种很干净的感觉，但是它也不会很
紧绷，就是像我干净肌肤的话，用完以后也不会觉得很紧绷的感觉。也觉得就是我就是觉得长期用下来，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这一款洗面奶的，所以我又回购了这一次，然后有就是早上有用这一款。早上用完以后，就是我想要皮肤就是稍微透亮一点点，然后上妆的时候就是会稍微好看一点点嘛，就是没有那么暗沉，皮肤会。然后另外一个产品就是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凡士林，因为怀孕的然后长妊娠纹，其实我非常的幸运，暂时还没有长妊娠纹，我差不多6个月了吧，但是我朋友说7、8月、9月的时候到后期才开始长妊娠纹，然后最近我开始觉得就是肚子这里开始有一点点就是皮肤伸展太快的感觉，就是有一点点疼，有时候会，所以我有在用凡士林就是帮助它软化一点点吧。这个其实我买了多少年？5年还是6年了？大家都会觉得很神奇，凡士林竟然没有那个 use by date， 就是你可以储存在家里面很长很长时间。像以后我们家小宝宝如果屁屁比较那个叫什么，就是红红的，然后也可以用这个。听我老公是怎么说的，所以这个产品是全家都可以用的。如果就是你皮肤比就比如说像我经常过敏，看这里有过敏的现象，我经常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会过敏。然后我反正是吃海鲜过敏的人，就是皮肤也是比较敏感的那种人吧。然后我也用这个涂这里，就是稍微让它滋润一点，不要那么干燥，因为干起来的时候你就开始喜欢抓嘛。所以我最近还蛮爱用这个产品的，然后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价格很便宜，然后又很多功能，然后每个人都可以用，然后而且它又没有什么 use by date， 然后你就基本上放在家里面，然后需要的时候然后就拿出来用，它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产品。我觉得如果大家不想跟我一样买这么大一罐，因为我用了5年多然后才用这么多，都没有用到一半的感觉，所以大家可以买个小罐的，我觉得那个小罐也非常非常的可爱，就是大家平时可以像我就是有时候涂很厚很厚一层在嘴巴上面，然后呢我就拿那个保鲜膜给它包起来，然后做一个那个唇部的那个就是滋润吧，滋润的那种感觉，然后你用完以后你皮肤就是嘴巴的那个唇部的那个纹路会减少，然后而且嘴巴会比较软一点点那种感觉。然后就到另外一个也是油类产品，很小一瓶，它其实是我一个认识一个女生给我推荐的，她说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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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神奇，她跟我说在任何护肤品里面只要滴一滴这个就可以了。然后我当时想那只要滴一滴我就买30毫升的呗，就试一试，反正也不知道效果到底就对我来讲会不会好，因为我是对油类产品还蛮感兴趣的人，因为我皮肤是干性肌肤嘛。然后前段时间有滴在那个我的面霜里面，然后呸，就是晚上的时候用完之后就皮肤超级超级软，我跟你说，然后我老公都会说你皮肤怎么那么软，然后一直摸一直摸，但是其实我大部分的时间都会防止人家摸我的脸，因为我觉得以前可能无所谓吧，但是我觉得就是毕竟你手还是很脏嘛，然后你老摸摸摸我的脸，然后我就觉得东西，特别是我洗完脸护完肤之后，然后我就是尽量防止别人就是碰我的脸，我自己也不会想去就是碰什么的，因为我觉得毕竟手还是比较脏一点点吧。然后所以它用完后你可以想象大家都会觉得哇怎么这么软呀皮肤，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吧，而且听说它也可以孕妇也是可以用的，所以我觉得我提前购买这个产品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然后我想改天试一试要不要涂在肚子上面看会不会效果怎么样。然后另外一个彩妆呢就是香奈儿家这一款，其实我有一段时间之前有用很多次吧，然后这个其实空了，这么都快没有了。然后你用之前一定要摇摇摇摇，很就是一定要摇均匀那种。它就是我唯一的两款粉底中间一款用完的，另外一款就是阿玛尼家的丝绒粉底，这两款粉底是我唯一一个用完的。
但是香奈儿家这一款呢，怎么讲呢，就是我皮肤状态好的时候我涂它的效果就是那种奶油肌，然后大下午的时候当你皮肤的那个自然的那个油分出来以后，你的皮肤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好，就是那种感觉。但是有时候我皮肤状态不好，比如说我本身就是很干啊，然后那天天气又很不好啊，然后我涂这个时候下午基本上就是起皮，然后脱妆还蛮严重的那种感觉，就是一块一块脸上，特别是鼻翼这一边还有额头，我觉得额头和鼻翼这里特别容易就是脱皮的现象有一点点，所以它对于我来讲呢就是一个太阳出来了，所以又光线好一点了，然后所以它对我来讲呢就是一个要选择的吧，就是看我当天的状态怎么样。而且当时我去香奈儿柜台的时候，那个柜姐一直说，哎，要不要用这一款，这一款很好用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说其实我有这一款，但是我说只有皮肤状态好的时候我就说效果就非常好，我说状态不好的时候效果就不怎么好，所以他当时好像也就是点头什么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懂我讲的是什么吧。然后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干性肌肤的话呢，你就可能有一个就比如说状态性吧，比如说有时候特别干，有时候不怎么干。然后如果你是油性肌肤，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应该还蛮好用的这一款。而且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喜欢光泽感肌肤的那种人，我觉得应该还蛮喜欢这一款的。然后另外两个就是唇部产品，我把两个放在一起介绍吧。第一个就是那个迪奥家的这个丰唇的，就是让你嘴巴看起来比较饱满一点点那种感觉。然后它涂上以后呢，有一个凉凉的薄荷的感觉。我主要最近用它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它可以减少唇纹，就是让你嘴巴看起来比较饱满一点点，然后比较就是亮泽一点点那种感觉。然后另外一个是 YSL 家金管六号，然后这是我最近比较迷恋的颜色，今天我涂的就是这个颜色，然后手上有14。因为这个视频我拍了一遍了，然后没有成功，然后我再拍一遍。然后这个，哇，我的相机又开始自己不录那个，我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改天让我老公看一下到底什么回事。然后这个 YSL 金管六号呢，它颜色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它还蛮滋润的，特别是配合这一个，因为以前呢我是喜欢。因为每个人有时候每个时间的喜欢的颜色不太一样吧，然后之前我喜欢那种就是比较没有光泽感的唇膏，然后没有不是显得你嘴巴很水润那种感觉的唇彩，就是喜欢那种感觉。但是我最近就是超级超级迷恋这种，就是嘴巴跟吃完饭没擦嘴，然后就是嘴巴很水润那种感觉，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会显得好像比较年轻一点点可能，所以就是为什么最近我一直就会选这种什么，也不能叫玫红色，就是水蜜桃粉色或者水蜜桃红色那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它显得就是稍微年轻。 OK， 然后另外最后一个产品就是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爱用的这个，噔，它是强生家出的那个美瞳哦，然后现在可以在英国购买到了。我之前其实就很喜欢用强生家的那个产品，我戴隐形眼镜的历史可能有从2005年开始，然后那会隐形眼镜其实不是很规范那种吧，就是你基本上去任何小店买，因为那时候没有常识嘛，就是不会觉得好像买到假的或者是对你眼睛不好什么的，所以我基本上买任何牌子然后戴着。然后我记得那段时间我每天戴，但是就是那种眼睛很干很干，然后我也还是戴着那种比较夸张的黑色的那种就是放大瞳片，直到有一次我发现，诶，我的眼睛为什么看什么东西都是闪光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去医院嘛，然后医生就说我眼角膜受损，就是因为我戴隐形眼镜的原因，所以我眼角膜受损，然后他就劝我不要戴隐形眼镜，所以自从那以后我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没有戴隐形眼镜，直到后来我发现就是强生家有出美瞳，然后
就分那段时间出的时候也只有国内可以买的，所以我每次回国是买很多很多，然后带到英国来，但是总会用完嘛，因为你不可能买几年的量什么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当我发现英国可以购买这个隐形眼镜时，我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现在我就完全不用担心我买不到啊，或者是会用完啊什么的。而且它的保水就是58%，然后它的价格比国内还便宜，我记得两盒是40磅，国内一般是两盒就是一个月的量的话是500多人民币吧，所以其实英国的价格就是还蛮划算的。而且反正如果你是在英国的话，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有没有，但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牌子的，它就只有两个系列，我买的就是一个棕色和黑色系列，然后另外一个是蓝色和绿色，我不觉得蓝色绿色肯定不适合我们亚洲人，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OK， 然后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我三月份爱用的产品。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请在下面留言。我在想要不要做一期关于就是怀孕的一个专栏吧，因为我觉得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怀孕中你会碰到一些状况呀，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情况怎么处理啊，因为我自己个人也是第一次怀孕，所以我也不知道，就是比如说有时候不舒服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办，还有比如说有时候腿抽筋的时候怎么办什么的，这些都是对于我来说都是要学习的一些新的东西吧。所以我希望能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就是一些经验什么的，然后给大家以后铺路。 OK， 然后希望大家能喜欢这次的视频啦，就让我们下次见啦，拜拜。